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会没声音，现在有声音吗？我开着声音呢，是插充电宝是没有声音吗？哦，现在有声音了是吧？哦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Hello，Hello， 刚刚是为什么呢？可能是接触不好还是怎么的？为什么会没有声音？今天深圳突然有点降温了，感觉在深圳啊，哎呦，哇，你们有的都开学了是吗？谢谢谢谢大家送出的礼物。我25号才开学。啊、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刚刚好像瞬间都卡住了。啊，你们好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啊？哎呦，我真的是，沉迷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面，不能无法自拔，太好看了，太虐了，我的天哪！唐七公子写的真的是，我也在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我之前在看他那个，也是唐七公子写的那个华胥引，也很虐。对呀、啊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有唱歌唱歌，没有没有，刚刚卡住了而已。你们也要注意保暖，因为天气突然变凉。我十三。哎，也快14了。谢谢。一般如果没有空的话，就是在网上，如果有空看到哪个商场里面进去看，然后比较喜欢就买。晨晨在家，在老家。我的爱豆，我没有爱豆。微微一笑，我早就已经追过了。你都是暑假的事情啦。不看韩剧哎，我也就只能放假的时候追剧，追得比较痛快。哦，不是那个 ABCD 牛星星，不是我微博只有一个号。对啊，我在照镜子，我旁边有个镜子。我一般
上学期间就是6点，对，然后没有美颜，这个是没有美颜，然后那个如果说是放假的话就睡得比较晚，然后起得也比较晚，对，素颜，并且这个也没有美颜，这个没有开美颜的效果，我觉得开了好假啊，这个，啊，就是打开，嗯，很假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就不开好了。而今天感觉这边灯光也还挺好，光线也还挺好。是吗？哦，我从河南过来这边，然后就不回去了。大学，哎呦，现在一提到高考，对，就是弯，累呀、啊。那么一直举着，没有，这样角度比较好，真的。对啊，要高考，虽然我们不用中考，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事情。我们学校是可以直升，然后高中3年，然后我们学校是6年，然后上完之后就要准备高考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哎，对啊，坐着啊，对，这么好，是这么好。最近在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追剧。新生代，你要在网上查一下怎么报名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喜欢啊，怎么说呢？嗯，就是觉得他唱歌很好听吧，就是这样。程程在家、啊，身高160，身高，嗯，这我觉得我皮肤不好啊，就是前段时间还好，这段时间化妆好像化的有点多，然后河南卫视那边，然后包括长沙、南京，然后参加的活动多了一点，然后就也就赶在这个年前，然后化妆就多了，然后唉，皮肤就开始，就我的脸上好像不怎么长痘痘，但是有也会长，但不是那种很明显的那种。对啊，常年都这样。对啊，我看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啊。哎呦！我在国戏附中。为什么频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？每次直播都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谢谢。很卡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是用 WiFi 应该还好吧。放假就熬夜的可能性会大一点。还行。国戏附中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，国戏附中，文科吧，哎，我对理科简直了一塌糊涂，
数学，我觉得，哎呦，怎么世上怎么会有数学这个东西？我现在是初三。我现在和我小妈在一起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你们初三党的同学们加油中考，好好复习。当然没有。我不参加中考啊。其实我觉得普中的那个初三党也是真的很累。我在深圳，吃播，吃播不太好。我们学校其实初三作业就真的没有什么压力，然后，那个就是比较上课的时候就会比较累。因为我们学校是直升啊，不是不参加，是不需要中考。你们真的是辛苦辛苦，多来考国际附中吧，这样你们也不用中考。不，我是走读生，其实我们考这个艺校的时候，其实跟我觉得跟高考的艺考也很像，就是那个一试、二试、三试，然后文化课这样子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头发很多啊，我觉得我头发我直就长头发，我觉得头发还蛮多的。长得又快，哦，那也挺好啊。对，看手，手怎么了？你们加油！这叫做这个叫做什么？柴手，就已经受到柴。对呀，因为我们练功嘛，然后要我一般在学校就连就更别说散着了，扎马尾都很少，然后就是。几乎4个月就天天盘着头发，然后又特别特别热嘛，夏天，然后，头发一散下来就很烦，然后就使劲勒，使劲勒，然后慢慢勒的，我是看着它一点一点变高的。我想考我梦想的学校啊，就是北京电影学院，还有，因为肯定高考是要，不可能就是一年只读一个学校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要很多学校都要报考一下，然后还有中央戏剧学院，如果上学有可能的话，也可能会去，考。但是真的好难，哎呀，好难啊！我看了那个今年的那个，简直了，就超多人。
还没有开学。这个是我小妈家，这不是我家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那肯定是粉丝都要疯狂死了。谢谢。不在深圳，周围是蚊帐啊，他这边还需要蚊帐什么的，就没什么。哈哈哈。谢谢。没有没有，对我小妈好像也蛮喜欢粉色的，刷的都是粉墙。还好吧？哎呦，头发静电静的。我们没有学化学，160，没有啊，哦，我初三。呵呵，其实我都很想学，但是只要不考试就好，但是那是不可能的。等我一下啊，这个衣服简直了！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我有在整。来吧，来吧，都来我们学校好了。不，我们学校是。就我现在的课程，就是加上专业课是，我算一下啊，哦，是10项课程，因为我们要顾及到有艺术有那个专业课嘛，有专业课，所以就是文化课有的就不学了。关晓彤不是吧？他不是他附中应该不是国系的，好的都结巴了。我们一个班。我们是一个大班，然后那个一个大班是现在是45吧，47。啊。有吗？今年13了，快要14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，又要快14了。郑州啊，我都不记得了现在。
哦，不不不。看了看了，有看。生日还有看一下啊，还有半年呢，大概半年之久。啊，没有跳级呀，上学比较早而已。一个五呢？这儿没有没有。干嘛？过来。哦。没有没有。21分钟了，22现在。祝所有中考的同学们成功顺利，一切很顺啊。哎呀，我嗓子哑了，今天嗓子有点哑，谢谢。其实我蛮想住校的，因为我从小学到现在就真的是没有一次住过校，哎，但是等到了大学就一定会住校了，不住不行了。我妈妈就一直没有让我住校。哎呦，我这个头发呀！是吧，住校。我脖子没事啊。住校当然好啊。我们班班长很好啊。对啊对啊。好好学习。对，我们有小二班，那个是我们那个剧目课那一组。想问住校生，你们是不是住校？住校是不是特别好？当然同意了。我们班班长说了，你也不认识啊。是女生就对了。不好，为什么住校不好？看来你们是没有遇到好的舍友吗？有看啊，有看啊，不多不多。当然不可以化妆啊，上学。我平常也不化妆啊。啊，住校吃不好，也是啊。对，啊，对对对，住校不能玩手机。我们班有男生啊，但有男生，没有吧？我现在的专业是京剧表演啊。对，这个眉毛，这个眉毛我自己不会修，这是上节目的时候化妆师修的，越修的都快没了，修短了都已经。嗯？没有啊，我脖子这里一直都有三颗痣啊，因为我脸上没有痣，都在脖子上，但是有的时候它是镜像的，就是一下在这边嘛拍照。所以然后有的时候在这边，有的时候在这边。
嘴巴成功让我被我咬流血。对啊。啊，我不近视。发现我嘴巴流血的人真的是视力好好。不是，我是京剧，我是京，我在京剧里学的行当是花旦，嗯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有唇膏，只不过刚刚把咬流血了而已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们好八卦啊。这个评论，我上初三了，啊，不怎么长痘痘，之前有过一段时间，然后现在就没了。对啊，我脖子上有痣啊，唯一的痣都在脖子上，好像这里有一个，这侧脸颊有一个，眉尾好像也有一个，对对。对，就这儿。当然没有。元宵快乐，元宵快乐。我平常就用手机啊，手机拍啊。吃啊，我很爱吃辣。再大一点吧。陶然亭，多洗脸了，就是不要，应该长痘不应该擦太过油腻的东西吧，因为长痘好像就是因为皮肤太过油腻才会长痘，然后不能就尽量擦一些干爽的护肤品，嗯。当然知道啊，他们那么火。我衣服不多啊，我哪里有狂吃不胖？我一狂吃就会胖，我是属于那种，只要一吃多，然后瞬间就是对呀，变生了已经。没有哎。当然知道啊，当然知道啊，知道知道知道都知道。生日快乐，呵呵呵，谢谢。那个是认证才会有 V。拜拜。哦，我有吃过火鸡面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就放了半包。哎呀，它那个辣真的是，不是那种，让你看着特别辣，就是真的是吃到嘴里那个舌头就受不了了，太辣。可能你们不怕辣的人觉得一点都不辣。啊，好的，拜拜。我上初三了，被翻盘的人感觉真好。把什么问题读一遍，我要是读的话刷太快就根本回答不过来了，谢谢。好吧，去吃饭吧。我25号开学。好，是不是有点开始黑了？天开始黑了，
稍等一下啊。我回个信息啊。你也有人帮我开了个灯。嗯，我还没有吃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拉过头发，这么弯还叫拉过头发吗？没有。快消了，就本来就已经快了，然后抹那个就是防痒的那个药，然后没有。这个是小妈的手机，那个也是他的手机，我的手机就坏了嘛。洗碗啊，我手机是那个什么被我当时是用那个充给空调供电的那个插线板，然后充了一晚上的电，然后就把电池好像是电路板就充坏了，因为电量过大。这样我看问题看不到。我在回复同学。聊聊书晨，书晨太忙了。我不喜欢娃娃，我从小好像都不怎么喜欢芭比娃娃。是吗？谢谢。我也觉得那首歌挺好听的。Hello，Hello。程程在家。我在回我同学信息，稍等一下。对啊，我同学说我看到我直播，哈哈哈哈。女同学，我用26键，双眼皮吧，不近视不近视。我不是不打算中考，是这个学校不用中考，就是直升，我还是在国西附中上学，对。如果说这个学校需要中考，那我一定也要中考，只不过这个学校不需要中考。好，来吧。我现在在深圳。我现在我今年13，我其实没有怎么保护眼睛啊，反正就是不怎么近视，就是不会近视。没有不理你啊，我说看不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是菲菲吗？哎，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
我看到钟达飞进来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。是的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干嘛呢？晚上好，这明明是下午。哦，好吧，好像是晚上。我最近在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晚上视频是什么频？我晚上要去看电影，对不起，晚上要去看电影。改天啊，改天。等一下啊，那个是菲菲吗？我问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，因为上面有 V 那个。菲菲，你在我直播上给我留了言是吗？是你吗？不是，我好像，我也不知道是看什么，是小妈订的票，然后知道是去看电影。反正就是这个，过年期间比较火的几部电影。哦，是他，哦，那个是他。哦，好，有时间视频。我喜欢谁？我喜欢你们啊。表白你们怎么样？如何？嘻嘻，还好，嗯，一个朋友，谢谢大家礼物。我的男神是你们，女神依然是你们。制定一个什么？情人节怎么过？我不过情人节啊。情人节是我弟弟生日的后一天。对呀。是吗？喜欢啊，喜欢你们，喜欢你们。哎呦，我今天嗓子是怎么了？你们都吃晚饭了吗？这是我小妈的房间。对，我只要一把头发散下来就会显成熟。那在家嘛就没有扎。我现在散头发散久了，然后蒙下扎头发，感觉好，头发好沉。谢谢。等我练的稍微熟一点啊，再弹给你们听。知道啊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直播结束的时候，我看给你们唱一首什么歌。我表白其中的一个康乃馨，为什么？我脸上肉，好多肉。
那个是说什么？欣然一笑很倾城啊。一坨肉，对。哎呦，哎呀，头发放这边半天，突然空了，感觉脖子好冷啊，还是放这儿吧。没有，其实说回复粉丝这件事情呢，怎么说呢？就是，我平常一般发完微博，我就是在就发完之后，然后如果有人评论，然后我就刷几个，然后就会回复。像平常我如果不发微博的情况下，我不是说回复谁或不回复谁，就是很少去看。然后如果去看的话，就是就是也是就看一下，然后就回复的就比较少。包括全民啊，然后很多就是这种评论回复的软件，我一般回复的也比较少。我整个直播都在撩头发，是啊，因为我头发很乱啊。没有，我跟平安哥哥是就这就就就只是第一次见面，在这河南卫视这里。对，我在深圳，我还没有吃饭。去吃饭吧，去吧。我全名叫心儿，呵呵，就叫心儿。很少了，很少了。一个小时吧，现在还有十，他现在还有十几分钟呢。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芷涵就新生代见完就没有，哎，哦，有一次在北京也有见到，然后就没有，后来就没有怎么联系了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哼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就是不会想太多。然后比较直，有啥说啥。然后，性格还行吧，不怎么爱生气。还好，我觉得我还行吧，你们觉得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谢谢。小时候吃过，小时候真的有吃过，现在就没有了。全民 K 歌，我看这几天会不会发个，反正现在还没有录。我一般都是录完就直接发，我一般不会存，然后再发，就录完直接发。其实可能。就是节目上看到，或者是说手机上啊、电视上看到的，我就会比较显得成熟。其实生活中接触过的人都真的就是一个神经病，就是一个特别神经质的一个女生。我们班同学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那段时间刚刚参加完《中国新生代》，他们都不怎么和我说话，然后就觉得我是那种比较，就比较冷的那种人。其实后来，哎呦我的天呐，他就玩疯了，就一个星期之后就玩疯了，就是一个逗比，真的是一个神经。谢谢，
我不会做饭，哎呦我的天，自己煮一个煮个面条都费劲，养不活自己的，除了做饭就还好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一般假期，反正11点之前肯定是不会睡觉了。谢谢谢谢。对啊，我就是烧开水，然后煮鸡蛋就还行。心儿，对，心儿心儿心儿。先提前祝大家元宵快乐哦！记得吃元宵，吃汤圆，不要把窗，他不要把窗圆，不要把汤圆，不要把汤圆煮烂了就好。我跟依依挺好的呀，就只不过现在联系的少了，时间久不联系都不知道有没有在用那个什么手机号、微信什么的，就已经都不知道了，所以就没有怎么联系。就小的时候，6岁，哦不，5岁了，是吗？好朋友啊。哼哼，我有说，其实我这样更像，这样把耳朵这样更像，是不是？耳朵这样一下，一著名的招风耳。他很好啊，小时候我们两个那个跟成龙大哥一起拍那个国家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玩的最嗨。我考驾驶证没有？我的天呐，我怎么会考驾驶证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一也要忙自己的工作啊，也要忙学习什么的，嗯。好看啊，当然好看啊。喜欢喜欢啊，要不然我现在怎么会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嘞？拍房间就算了吧，还好，嗯，不知道这个就不清楚了。哦，是吗？什么怎么不怎么就没有怎么样啊？没有，还没有，饭还没有好，马上了。哎呦，我再举10分钟哦，然后就去吃饭了。还好吧？我跟香香、香奈儿也很久都没有见了。对呀，素颜，嗯，素颜，来来来，我要证实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就是，我觉得我的睫毛也不是很密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眼线的效果，其实是没有的啊。看到没有？其实没有的啊，睫毛也是纯天然啊，纯，一切纯天然，毫无任何化妆痕迹，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喜欢喜欢喜欢，长高秘籍，我自己还想问长高秘籍呢，还可以吧？没有哎，没有没有，那次。有过一次机会，但是那个，错过了。
我想长到1.68米，虽然现在是1.60米，好困难。然后现在是能长到1.63米，然后1.65米，再往1.68米努力。最后几分钟，有人让我唱歌，我想想啊，唱个什么呢？我想找个伴奏，找个伴奏。我看一下最近我真的不知道唱什么。谢谢。有可能的夜晚，唱做，哎呀，这么多，舍不得，灯塔，唱左肩，左肩是什么？落叶归根，告白气球，这都不会啊，怎么办？过往，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找吧。最近比较流行什么？最近比较流行《三生三世》里面的歌，可是我还没学会。对，最近比较流行凉凉，但是凉凉怎么说呢？我还没有学会。我看一下，我看我能不能唱，我试着唱几句。等一下，我搜一下啊，稍等。你们现在的评论可能我会看不到。凉凉，哎呀，凉凉是。那个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的片尾曲，是张碧晨和亚宗伟唱的。对，我试一下啊，估计男生的部分我就低不下去了。K 歌。我放一点原唱，哎，怎么莫名就有点紧张了。凉凉，着凉的凉，凉凉。还有这个 MV 真的是看一遍哭一遍，太感人了，太虐心了。来了。如夜间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此难相忘。男生唱。不熟不熟，还是不熟。就看了几遍 MV。 都是假象，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身上亲着我，瞬间一度情劫难了，折旧的心还有几分牵。
深深的痕。喜欢啊，张碧晨的声音特别独特。很感觉这个好像女生唱的地方不那么多，对吧？那唱什么呢？唱忽然之间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忽然之间，也不熟。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，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。我想起了你，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而现在，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这是忽然之间，还有这个歌也是，这个歌挺好听的。然后对，这是忽然之间。光年之外，光年之外是什么？没有听过。唱甜甜的吗？我轻轻的尝一口，是那个，是那个吧？甜。甜甜的，嗯。可能调会有点低啊，来回就是来回那个八度转换，你们不要笑啊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好的。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，留给我封闭哎呦，加一颗奶球，我搅拌海水，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。嘿，你的爱太多，像是圣诞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哦，我温热着被呵护的感受，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。哦，我唱着你话里面的那又溜啊溜，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，有啊有。哦，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哦哦，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对，我唱微微吧，好不好？我唱哎，微微一笑里面我有哪首歌没唱？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唱微微了啊，好像下一秒微微一笑很倾城。哦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对，一笑倾城没有唱。哎呦，你们这个强大的评论简直太伟大了！一笑倾城，这可以吧？满意了哈。
稍等，正在加载中。开始啦。你就这么看我吧。对，就这样看。这是这个，对。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却误了浮世骄阳，也错过人间万象，孤城里长啸伤。人如海这成行，你笑得像光芒，女人把我照亮，风轻扬夏未央，林荫路单车响，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。旧城人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，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，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的跌宕我们不散场。可以了吗？ OK 了吗？谢谢。也许我偶然听闻你心如心的歌唱，也许我惊鸿一瞥而后拥抱的芬芳，这世界风华正茂，可别辜负好时光。唱错词了，嗯，对对对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这成行，你笑得像光芒，女人把我照亮，风轻扬夏未央，林荫路单车响，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。旧城人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，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，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。结束啦，就这样还能3900分，我的天哪，都没声了都。 OK 了吧？哟哦哦，我都已经唱过时了。其实我比较喜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的繁花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那个，它没有完整版。嗨，乐乐，耶耶，来，来，我们露个脸，露个面，来看乐乐。你个胆小鬼。乐乐，这是乐乐，这不是程程。看，哦。Hello， 飞吻。啊，来飞吻。飞吻，嗯嘛。给这里面飞吻，给这里面飞吻。嗯嘛。来飞吻。嗯嘛。你的。嗯，对，差不多啦。好多人让我唱天赋是吗？最后一首天赋了，好不好？
最后一首天赋啊、哦。小蚂蚁把乐乐抱出去呗。我怕他等一下叫起来。天赋啊，最后一首啊。嗯。哎，没了。姐姐，唱歌，我们去玩。天赋啊，天赋。嗯。好了，来了。这部剧也非常好看。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，就流浪在你怀里的国度，我沿你手掌心的纹路，启程我的追逐。男生，如果你每日都挂着孤独，就抚摸让你冰山化成湖，我陪你疯得人心糊涂，笑得泪眼模糊。就一样爱变成一种天赋，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，我为你开始领悟，忘掉明天和假如，幸福就是满足。只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，不自觉能见你笑抱你哭，我为你有了旅途，不管离天涯几步我都不在乎。这首歌表白你吗？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，就流浪在你怀里的国度，我沿你手掌心的纹路，启程我的追逐。如果你每日都挂着孤独，就抚摸让你冰山化成湖，我陪你疯得人心糊涂，笑得泪眼模糊。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，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，我为你开始领悟，忘掉明天和假如，幸福就是满足。只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，不自觉能见你笑抱你哭，我为你有了旅途，不管离天涯几步我都不在乎。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，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，我为你开始领悟，忘掉明天和假如，幸福就是满足。只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，不自觉能见你笑抱你哭，我为你有了旅途，不管离天涯几步我都不在乎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哈哈，就是那个记不记得那个 MV 后面那个两句话。
哎呀，笑死了。好啦，唱完啦。不管一天也几步，我都不在乎。好啦，比心。好了，我已经超过了11分钟了，要跟你们说拜了啊，我要去吃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嗯啊，拜拜拜拜。关了啊，拜拜。